我给粤语歌挑战。边个俾你答嘅？火花不等人。系咯，边个唱噶？出嚟听下嚟。火花不等爱人，变化太多。应该珍惜过程，还是结果？好啦，我哋识唔识啊？呢只师兄刘浩龙嘅音乐会正式开始。唔识啊！唔识啊！你始终拥有生死，我怀疑佢睇过喎。仲唔系思觉失调？极危险，连思觉症也失调，冇办法接受现实，自制假想等延续故事。哇！如果呢题我冇拍到落去，俾你拍咗，我仲有演嘅。最终在你唔好唱反着。系啊，我都识唱。唱俾我听，可能我知道歌名咧。好啊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市最美好嘅歌名啊！冇心失眠，我即刻唔唱嘅。唔系只想跟你走。系咯，歌名就大镬啦。哎，美丽之最侧田。我一生看下去，还会等一天八十岁。黎明，黑日倾情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吗？我已经暴露佢年龄啦。如今我只想。好想喺佢嗰喺佢嗰啲题里边唱多一题。记得陪住你，应该记得非常时期。耶！不如我考下大家，你知唔知记得呢首歌里面有出现咗几多次记得啦？评论区嗱，先送啲名上。冇问题，俾个提示大家系相熟。系一个点嘅眼光。是人生吧，他讲句脏话。在我心目中排行榜是三甲，你的歌单里面这首歌是三甲，我是三甲，真的，如果成日啲。